从海景、渔港，加上天空，再加上这个妈祖，再加上这个金銮宫，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宫啊，可是你只要下午大概花个一个钟头在这边，会觉得人生真的是很大的快乐，还可以看看这个夕阳的美景。现在还有一点点太阳，还加上飞机，飞机啊 ，OK， 因为机场就在附近，等一下拍一些夕阳的透露出来的灯光。好，到凉亭维持 bingo。